而米发民众盘工的反应，发电施工所市民以往就特意拜托客家协建业公司邱福兴来合作，推出了用故乡发电做主题的业公展，总共有三十二件过精彩的业公作品，而来到公所的民众可以参与到美术馆样的。各种风景相片都有莫形容嘅魅力，你下系发展人入人学会融入历史中嘅修复性，入人经历超过三十年。发展是三向前行头头，用专心、脑耐心拍出好相片。三十年前嘅精选作品，日本当当对群众嘅人起多种感动。像俺因为吼，一听到千年一落台水天阴雨天，就会起大雾，起大雾就特别多朦胧美，吼，也都。蛮热，那个雾还蛮散体的，也是散体的。散体，但是个山南不走出来。哦，他的作品很有特色，尤其是在构图跟光影的部分很讲究。作品就在是采发电施工所到盘工材料室内个市民艺廊，为轻松个空间打造出艺术个气氛，本市民对盘事情个细节，很可享受会到人文环境。公部门的一些建制是比较冷冰冰的、制式化的。那自从有了市民艺廊之后，我们开始推出了一些展览，这些展览可以让民众觉得很活泼、很有趣。为了鼓励汉卡多优秀彩体艺术工作者利用公所空间展示作品，发展市公所也当天展览的办法对外开放性强，展期有三十年安创，已经是发展彩体重要的艺文平台之一。下个新闻，王小琪发电报道。